哎，你买太多东西了吧？大过年的，这是一定要的啊！很烧钱呢，你来，给你的新年礼物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这个给你家兄弟姐妹，这个呢给你们长辈，这个超爆贵的，长辈会喜欢的。 等一下，你怎么连这个都有啊？太专业了吧你！我刚买东西的时候，店员给我的，我想说你们可能会用到，还是你最贴心了。<笑>怎么了？接下来一个礼拜我见不到。 哎，你都不会想我，你都还没有离开。可是我怎么感觉已经开始想你？不过就是返乡过年，况且你回家可以看到很久不见的兄弟姐妹，还有你的家人。你别忘了，还有你期待的红包。我要你，我不要红包啦。 我搞，那我可以去找你办年拿红包啊。好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我包一个最大包的红包给你。嗯。对，那我是应该要准备东西去你家啊。你爸妈喜欢吃什么？甜的、咸的？让我叫我妈做。啊，我奶奶的挂菜给，超好吃。 我有一段时间没回家了。为什么？就那时候大学跟学长谈恋爱被发现，然后我就没回家了。你跟我说过那个大学学长，初恋5年那个。 又怎么了？没有啦，只是大过年的，一个人，不能什么的。没事的，我们有一帮朋友都会聚在一起吃年夜饭，还会打打牌、打打麻将，你别担心。找机会介绍你认识他们。好啊。 那我一定要比年兽更快找到你。确定只有打麻将而已。对啊，台湾牌只有张。就这样。是有赌一点小钱啊。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哦。想太多了，来。 那你要叫我打麻将。好，没问题。等你回台北，我就叫你。搞不好我在我们家那边就选电报。<笑>走吧，前面还有一家店在打折，我们去逛吧。你还要买哦？对啊，哎，不买要趁什么时候？哦，我拿去好。可是我想去看电影哎。 那有什么问题？你先陪我逛，我陪你看电影。好啊，好吧，走吧。小心小心。好了。哎，在路上，在路上，在路上。哎，儿子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。你要先把窗户的灰尘都弄下来，才扫地拖地，先弄窗户啊。哦。嗯。 哎呦，妹妹好棒哦！你继续哈。哎，儿子今天很乖，居然无偿帮忙做家事，而且没有加红包钱。爸爸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你儿子乖啊，就是不正常。妹妹，请开门啊！哦。
哥。哎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找你爸妈的。叔叔你好，打扰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家不欢迎你。我有话想和您还有阿姨说。你跟我回去。怎么啦？谁啊？进来，进来。来，进来。妹妹去带杯水。你可以回房间去。没关系。来，大家坐下来。来，坐下。你是有事情要跟我们说，是不是？希望能请叔叔阿姨同意我们交往。你在说什么啊？绝对不可能的、啊。爸爸，我知道你们不能接受，也一定会担心，但是我有信心可以跟夏小婷一起努力，让未来变得更好。你们两个男孩子搞在一起干什么？跟我讲什么未来啊？我绝对不允许，想都别想。你为什么有信心，觉得你们可以有未来？我成绩一直都很好，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坏事，我一定可以考上国立的顶尖大学。我会更认真念书，毕业以后找一份好的工作，努力奋斗，出人头地。你一个小朋友跟我讲什么未来啊？你们是不是太天真了？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吧？你很好，可是我们儿子不会比较好。阿咪，阿姨，请你放心，我会教向豪庭功课，让他可以考上大学。我会跟他一起解决很多问题。向豪庭考不考上大学，不关你的事啊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今年吗？阿咪，确定可以。你确定可以什么啊？上不上大学是一回事，但是跟男孩子谈恋爱绝对不可以啊！妈，不准你这样说！你他妈给我闭嘴！你瞪什么瞪？爸，我是来找你爸妈沟通的，你不要管了。叔叔阿姨，请你们给我一次机会。任何问题我都愿意去面对去解决，只希望你们答应我们交往。天大假我也不会答应的、啊。爸，大是什么东西啊？好了，好了吗？你们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，给我们一点时间。林彩珠，爸，你先回去。我不会放弃的。改天我会再来拜访。向豪庭，继续擦窗户。去帮爸爸倒杯茶。